刚跟夫人刚刚到，我们表示欢迎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汪会长。那不能一下来就去做事，先叫汪会长坐下来喝杯茶，好吧？那么我先把这个节目调上去。给我们的三家人用。
开心，都很激动，但是都不要先离开，我们的节目继续。大家新年好！好。对不起哦，我今天迟到了，因为刚才呢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，所以呢刚刚才。对我们香港的繁荣稳定，大家都很关心。首先呢，请允许我代表李国春会长。代表陈伟信主席，代表朝鲜社团联会的全体这个成员，对邦家侨友会成立以来对香港侨界的支持和爱护，好吧？希望呢，邦家侨友会今后在理事会的带领下，越办越好，越办越温馨，步步高升，并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家庭幸福，万事顺利，谢谢大家。他演奏的歌曲是《明星不错》，我的太阳。